家好，我是阿东病院张浩大医师。注射过 COVID-19 疫苗了后，会当预防感染、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。目前全世界真侪国拢在全力提升 COVID-19 疫苗注射率，也毋过有的国家就算注射率大大提升，确诊甲死亡的人数却无一定有大大降低。伫个遮爱特别提醒大家，千万唔通因为有注射过疫苗，都无注意防疫措施。防疫措施跟疫苗注射有同款的重要性。防疫无治效药，不管是不是已经注射过 COVID-19 疫苗，都要挂好嘴安，正确洗手，配合防疫措施，让咱继续落实防疫基本功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，共同守护健康家园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我想请问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曾经为了什么事情而感动过？那我在今天，我心里我真的很激动，谢谢你们，感恩你们。那我进入股市33年半。各位，从上个礼拜六、礼拜天到今天，利豪的业绩是我从进入股市到现在一天当中的业绩，各位创纪录。我非常的感恩，也非常感谢利豪的业绩创了纪录。我相信我在股市里面用这样的做法得到了所有投资朋友们的认同。我也知道现在很多的投资人都在看利豪的电视节目，全市场唯一一个老师会用手机跟你从头验证到尾的大概只有陈利豪。因为我不造假，我不作弊，我不欺骗，我也不吹牛。我知道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已经非常厌烦的欺骗，非常厌烦的吹牛。因此利豪的业绩为什么会创新高，利豪的绩效为什么会这么好，各位很简单，因为现在的人已经变聪明了，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在9月14号，在九月中的时候，利豪在电视上跟你们讲，因为3661四星 KY 这档股票，很多人只喜欢做这一档股票。我当初我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？我要收30位名额，只做四星 KY。我说如果有兴趣的人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们只做，我陈利豪就只带你做四星 KY。各位，你知道？到现在为止，那30个名额啊，只做四星 KY 的，各位，利豪真的，各位可以大声的跟你讲，买车又买房，就只做一档股票，买车又买房。我陈利豪在今天，各位，我要再让你看一段 VCR， 各位5月6号的 VCR， 我让你看过几遍了。我跟你讲过几次了，你有要相信吗？我告诉我陈利豪的会员，从363块半一路到现在，我都一直告诉全国观众，我说他的目标1200一定会到。各位，今天1130块再创历史新高，你有要相信吗？各位，光一档股票，
我们已经创造4662.5块的价差，已经将近9倍，吓死人了。为什么业绩第一，绩效第一？各位不要管其他的股票，就光这一档股票就好。各位你就来回做价差，你赚翻了，赚不完。各位我现在再让你看一次，这一次的 VCR， 这一档股票的 VCR， 我不知道给你看了多少次，你有愿意相信吗？各位今天我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感谢各位，利豪的业绩创新高，在礼拜六礼拜天你们还在放假，公司的电话接不完，公司很多投资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要跟着利豪打江山。各位今天礼拜一看到四星 KY 再涨停，各位从收盘到现在公司的电话响不完，一样收会员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这档股票陈利豪说过目标1200快到了。各位很多人真的看到利豪的电视节目，现在各位你知道吗，光今天的业绩不得了。利豪在股市33年多了，我很少看到真的在一天的业绩爆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陈利豪做到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。各位再让你看一次3661四星的 VCR 好不好，我再跟你继续讲下去。请看 VCR， 就像3661四星 KY 对不对？各位这档股票你要记住我所讲的话，虽然它被政治打压，但是各位这档股票未来有机会在往上慢慢往上跑，慢慢的在往上走。虽然现在全市场看不都不会看它好，都打落水狗，但是各位当这个被政治打压之后，我做了好几次，我都在教你怎么做，有没有？你看我带进带出带进带出，我依然让你创造有这么大的利润。各位注意哦，今天它打下来了，你要好好的把握机会。今天买到接近跌停的你不要怕，如果有机会明天如果有机会再开低，各位你赶快闭着眼睛去买了，因为他5月11号准备解禁了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相信这一段 VCR 你看到不要看了，但是各位你有跟着做四星 KY 吗？各位我们不要讲太前面好不好，我们就讲从9月1号到现在，你看看陈利豪在电视上的侧标，光提到四星 KY， 各位我提到几次？来，9月1号，四星 KY； 9月22号，一样四星；9月28号，依然四星；10月7号，依然四星；10月21号，依然四星；10月26号，依然四星。10月28号还在讲四星。各位你看看我电视上的侧标，光讲四星 KY 我讲多久了？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看这档股票今天再度涨停板，各位再创历史新高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再创历史新高。各位我现在拿最后一次让你看，最后一次10月14号，我告诉会员买回850到855，10月14号854买回的，到了10月21号已经赚145块，到了10月25号，各位请你看清楚，10月25号会员注意，3661四星果然再创历史新高，来到了1040块，下一个目标1200块，中长线可以续报。10月25号早上9:24就告诉我的会员目标1200。怎么才能够叫赚大钱？这样才叫赚大钱呢、啊！所以各位，最后一次，到今天。11月1号，天哪，再创新高！各位，270块，270块，各位加起来4662.5%，893%。各位，
就算你最后一次买都好，十张270万，100张2700万。各位，这个叫做做股票，这个叫做成立好。各位，四星做多久了？全市场真的能够把四星真的这个筹码来龙去脉，各位讲到这么清楚的，就是成立好。各位，还有一档股票，我最近看到很多的投顾老师在讲，我都不想讲，我都不想讲。但是我在今天，我讲出来给你看，就是我侧标上的这档股票叫美琪玛。各位，你一定不相信，我成立好在4月13号电视上我就已经送给各位。一路以来，我告诉我的会员，如果美琪玛买到，因为它是属于电动汽车概念股，是属于电池的电动汽车概念股，一定都要用到这个电池。我告诉我的会员，至少有一倍以上的获利。我的会员当初还跟我讲，老师真的吗？各位，我现在秀出来的这个，如果不是4月13号我送给你们的股票，我陈立豪退出股市，各位你再看看我怎么告诉我的会员，你注意看。各位，4月13号当初我是不是说这档股票明天4月14号你一定要有，我说这只股票你买到之后有机会很短的时间有 10%到15%。 各位，当初是2021年的4月13号各位，我买到了没有？买到了，4月14号买到68.8块，那一天还下杀跌了3.5块，跌了 3.8 元，我买进了。买到之后我在电视上马上跟你讲，各位，4月14号买美琪玛赚了7.7块，我在电视上4月14号还跟你讲续报中长线，我说续报中长线。各位，4月14号来到76.5块赚了7.5块哦，7.7块我跟你讲续报哦。各位，续报之后，我当初在拿这一张给你看的时候，我说10张赚77,000，100张赚77万，我是不是跟你讲续报？各位，我资料都在，我资料都在。各位，到了7月13号已经飙到哪里？飙到92块。我是不是跟你讲布局漂亮，千真万确，真实富贵，依然在电视上跟你写两个字叫续报。各位，再来到了8月17号，各位已经来到111到113，我陈立豪在电视上依然跟你讲中长线一样千真万确，真实富贵续报，有没有？当初已经赚了42.2块啊。各位，就是这一张，我陈立豪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给我资料都还在。我当初跟你讲续报，因为电动车概念股，有没有？各位，那时候8月20号已经飙到137.5块，给我是多少钱买的？我是68.8块买的呢，我是68.8块买的呢。各位，飙到137.5块，我陈立豪依然跟你讲电动车概念股一样续报。各位，到了9月3号，我说说了你一定要会相信，买了你一定会高兴。各位，当初我不是跟你讲财神大礼一样是吗？一样就是美琪玛吗？你忘记了吗？好，各位你看看，我一直告诉我的会员，到了10月25号，就是各位上个礼拜，我说会员注意，在今年的6月份，我们在买了4721的这个60几块的美琪玛，其实我们在4月14号就已经上车了，我做两次了。我说当时我告诉大家，因为电动汽车的那个原因，这档股票有机会大涨一倍以上，我当初就告诉我会员了。结果到10月25号我说已经来到142块了，各位，60几块买的到142块，很多的会员他想要出，我就说很多会员有报中长线的，你可以自己决定全部获利出场，你不出的人我说可以再放。为什么？毕竟电动汽车是未来的主流。各位，10月25号我从4月14号买68.8一次，到了6月份再买一次，买两次，报到现在还在。各位，美琪玛已经价差120块。各位，这叫做陈立豪。我陈立豪的资料，每做每一档股票一定都在，我绝对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。各位，这就是陈立豪，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陈立豪。各位，你再看，你再看看，讲3037的星星，你看，你看，
十月二十一号人家不要的时候，我陈立豪已经告诉我的会员去买这个，去买这档股票，有没有？哥，你记不记得这档股票？你看，星星当初我十月十五号已经送给你们了，十月十五号已经送给你们了。十月十九号的时候，我说只能做一档，就做星星。各位，这一档股票十月二十号带出一次，赚了二十三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带你出？好，那出掉之后有没有打下来？有。各位又买在140到143，各位成交价在这里，结果我又带你出到160，各位又赚19块，赚了19块之后去放空，各位又赚7块，这放空回补之后，各位再反买，有没有？放空回补之后再反买，各位一直到哪里？一直到11月1号的今天，各位我全出了，各位价差44块。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跟着我一起做，各位就算星星这档股票从十月十五号开始做，你赚了93.5块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重点在哪里？我今天的重点是我带会员我都一定有凭有据，我送给你们我都一定有凭有据。各位看到了吗？这个叫陈立豪。各位再看文茂，你看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陈立豪？文茂人家不要，我送给你，我说全力重压。各位，我带会员啊买在最低价是买到295到300，收盘就是收300，我们完全成交，早上7:49。各位买到之后，这档股票你看到一直到现在，买到之后一直到今天的高点，各位你看3105，你看今天的高点，注意看，再创短期新高361。各位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买股票都买在人家不要的时候，买在人家当垃圾，结果你要去追的时候，各位或许我就丢给你了。各位准不准？你知道为什么所有的现在所有投顾老师里面利好业绩第一，绩效第一吗？光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，光今天利好的业绩绩效，各位光一天真的创了自己的新高，我非常的感恩，我非常的感谢，我很感动，谢谢你们，你们是真的有眼光。各位你再看一档股票，各位你再看一档股票，我陈立豪建议你买的时候都买在相对低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买得漂亮？你看我带你进跟带你出，你看我陈立豪带出的股票，各位我买的时候都买在相对低价哦，就马上砰砰砰就上来了，像星星买到之后砰砰砰砰砰赚了93.5块，像文茂买到之后砰砰砰砰上来赚了57.5块，像四星 KY 来回做赚了快9倍。各位你来看看，我上个礼拜我买，我当初各位10月18号买6547的高端疫苗，我在上个礼拜五是不是出到255到258？你看我出掉之后，你看各位，你看我出掉之后，各位你看上个礼拜我一开盘不是挂出了吗？出掉之后各位马上收盘杀下来，各位今天更低，你看222。各位我陈立豪现在验证给你看好不好？我验证完毕之后，请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今天才11月1号，请你跟着陈立豪一起打江山好不好？因为陈立豪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，业绩第一绩效第一。各位来看10月18号，会员注意，6547的高端可以在205到208买回两成资金。10月18号买到了没有？买到了，而且那一天的收盘收207。你注意看，各位你看10月18号注意看啊，各位最低 206.5 收盘收208，各位有没有完全成交？有没有完全成交？完全成交。好，各位买到之后这是第一次，第二天10月19号利空出来了，利空出来了，利空出来了，我说利用利空来布局好不好？买在201到203，我说等好消息，各位我又再加码，各位一直上去我都没有出，一直上去214我也没出，各位到了218我也没出，我都没出哦。好，各位到了上个礼拜，上个礼拜10月29号上个礼拜早上开盘之前8:56，
会员注意，6547高端买到2015到2050的，哈、哦，买进的今天也可以马上挂255出，再高给别人赚。我出到多少？一开盘开255，哥你看，哥一开盘开255，开盘开255，拉到258，全部成交出光了。出光之后收盘收240，今天还有更低价，哥222。各位，这个叫做陈立豪。我连高端都可以让你赚52块，天哪，千真万确，真实富贵。各位，上个礼拜出掉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出得很漂亮？我为什么要出？各位，当你看到今天打回到222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257要出了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陈立豪全部都是真凭实据，我有办法向别人造假作弊吗？我不会。我陈立豪的个性，我实实在在，我不造假，不欺骗，不吹牛，不作弊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很多人在看到立豪的电视节目之后，有那个冲动想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，结果后来考虑东考虑西，一下先生不想要做，一下太太不想要做，一下干嘛干嘛，原因很多。但是立豪告诉你，到最后你还是一样，你只要想赚钱，你一定会跟着立豪打江山。与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赶快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？各位，从11月1号的今天开始，我会一直带着你打江山，打到农历年前放假之前，让我们攻城略地，大获全胜。各位，赚大钱，你可以赚大钱，为何只想赚小钱？各位，一起买车又买房好吗？各位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各位，看看四星 KY 吧。各位，买车又买房啊。各位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震荡的年代，我们给你最强势的后援，188超值互助专案，帮助您战胜市场，重回赢家的行列。超值专线02-812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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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直播立即上线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，你偶尔会需要出差，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，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，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。200元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，这很棒哎，谢谢。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？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立豪真的很想帮各位。我知道70%-20%的人都很想赚大钱，成为有钱人，所以我一路以来都告诉你该怎么做。各位，四星 KY， 各位你看今天再攻涨停板，各位你有想到立豪的用心跟苦心吗？各位，我很多的股票都让你们真的发大财，攻城略地，大获全胜。而且陈立豪做股票，我从来不改初衷，我跟你所讲的事情一定会做到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到10月25号，我们最后一次买的10月14号，买在850到855的，各位四星 KY，
我到了10月25号，我还告诉我的会员，四星 KY， 各位果然再创历史新高，下一个目标1200，中长线续报，你看你看，各位3661，各位今天已经1130了，在70块创新高到1200块。各位，这就是陈立豪。为什么立豪的业绩是第一，绩效是第一？各位，你要跟就跟第一啊，你要跟就跟第一，你相信陈立豪？各位，我陈立豪是计算筹码的人，跟大盘无关。我陈立豪是计算筹码的人，就像我星星带你买马上飙，稳茂带你买马上飙，星星来回做价差赚了快9倍。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陈立豪在今天我真的伸出双手欢迎各位。如果你告诉陈立豪说，立豪老师，我现在想跟着你做，11月开始一直到你说的农历年前之前，各位跟着你一起攻城略地，大获全胜，各位困难度看陈立豪，我帮你，我带着你做好不好？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各位。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的老师陈立豪。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